我俩可比别搞多了，5万块钱，真的。所有的货都放好了，没得问题了。俄罗斯王思行程我俩应该现在搁钱大哥家里面。可查过他的手机了，他把咱们明天的路程和出发的时间都传到了这个号上。别让一只苍蝇毁了一锅粥啊！ 你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我抬腿！立刻停车！爆炸火力！我们只需要，现在这个地方一个做滑梯。看到每个人方向大乱，我就觉得特别踏实。 宝宝，王老师给你打了5万块钱，给收着了。不用的，哪里有什么钱？